要开始上课啊，各位同学，请坐，今晚要开始上课啊。大家同心，午安，真欢喜，看到大家有的是高级班上了，过来补初级班，当然有的初级班才来的新的学员，因为对我有的无啥认识啦，我常常咧讲吼，因为我的名，阮老爸我叫学道上，阮老母我叫卡匠，我是。阮老母讲：“好妙，好妙！”安尼，我是文啦、啊、吼，文叫做好妙，伊讲叫一字啦。希克，叫好妙希克，希克是艳，迄、那个艳是颜色的颜，吼、哦，那性感的吼，一眼吼，兼迄、那个迄页迄个边啦。我就是有个人，我拢安尼讲，我讲一个门下骹搁情怀，差不多搁三撇啦。哦，张文燕啦、啊，哦，丁文言吼、哦，就是张是招呼名许可，我有我的日本名是安尼。安尼，大家都了解，讲我差不多什么时阵的人啊？所以感谢大家来斗阵打拼，安尼好啊，好啊。真济同心，足认真啊！咱即马要来看一个高阳智慧举一个手一个，好无？大家知影这个所在唔知？好，感谢。礼拜四啊，后礼拜。就去甲看卖一下。你若有闲，迄、那个所在啊，拢会使去甲行行、坐坐咧。足甘心，拿两百支旗啊，甲插插起来。咱民政府。两百支，美国国旗两百支，好，迄实在换真壮观啦！高雄人较方便啦吼，有这个福气，所以这个地点应该拢知影嘛吼，有诶唔知影，甲抄起来，吼，伫这个所在。迄个捷运啊，加昌站加昌啦，迄站讲落车啦，倒退行讲100公尺就到啊啦，哎，足方便啦。对，嘿，加昌站啦。加工区嘛吼，所以大家应该拢电话甲抄咧，唔知啊，甲过去讲你是第几期的毕业啊，要来遐坐坐咧，安怎行？
安怎坐车？伊车是无著名啦吼。啊，嘉昌路吼，啊，伊讲迄个站叫做后进呐、啊。哈、啊？对待，来来，你来讲一下。介绍一下，介绍讲安怎去从伊搭里遐嘿。咱个当时吼，嘉昌站就是伫底呢。嘉昌站就是吼，伫人讲啊做嘉岗区，吼遐迄个嘿，迄个捷运站溜落遐就是啊。伊迄伫底呢，离伫迄个迄、那个炼油厂，炼油厂伫这边面，爱伫即座路边，拄伫遐呢。好好，感谢哈。所以叫亲戚五十，好看一下，伊心肝才会安心啦。咱有两个条件对无？第一，要拜托大家讲去求身份证嘛；第二，讲叫他来上课嘛，是毋是安尼？这两件，你甲伊咧啊？以前啦，迄、那个做成立大会时啊，各可以去看卖咧，伊心肝就安啊嘛。这比你讲较有够力，安尼好唔好啊？好，感谢啦。啊，即卖要过来介绍一场，咱即卖吼足闹热的啦，一场一场直直出来啦，因为迄场拄啊，因为啊无翕出来吼，啊，但是花莲的有啊无啊，花莲的，哦，两位吼，啊。因为我有念一个啦吼，念一个啊，大家若是伫附近啊，啊要参加啊，我欢迎啦。我买无票啦，我按算讲我要去参加买无票啦。啊，因为秘书长讲啊，我一定爱去啊。伊讲安尼啦，票伊家负责啦，伊去。因为伊公关较好啊，啊，我透早上完去订都订无位啊，拢前天都满啦。我讲我去啊，我应该爱会，我都转来，因为遐确实足歹买。咱啊，即种迄个所在一定甲创高铁，好唔好？这那是必须定的政策啦。啊，我念者，大家那写者嘞吼。伊这个是伫五月二十拜二啊，上午啊九点啦，九点吼。啊，伫这个花莲，迄、那个花莲。花莲市啦，吼，花莲镇啦，啊，就是花莲市啦，晋丰街，进步的晋，进步的晋，丰是迄个丰富的丰，丰源丰富的丰，晋丰街，国税局对面啦，要甲国税局拼关着哩。宜兰县的咱的叫做迄个宜兰所的办事处是啊，在宜兰迄个警察局对面的。咱确定来只放一个。好，安尼吼，好伫边啊吼，迄摆紧啊吼。啊，我是讲伊只吼。这个啊，这个、因为无电话啦吼，无电话，咱这时吼，我要成立大会啦。啊，够一场哦，花莲两场啦，啊，我
要过迄场我袂当去，因为要过迄场是啊，礼拜都要拜五，拜五我有公司啦，我伫南投建户啊，我有公司啦。啊，咱即场啊，我有咱这个课程，我那无法度好去，所以我会二三就去啊。我二三就去去伫遮，我只爱讲二三去伫遮。高雄市政府，我那有代志啊，叫我去审查啦，我是委员啦，啊，我会去。我讲我头拄啊。开会还未结束，我就先来上课。我甲讲吼，事先就甲我甲讲，我二三我就去啊，因为二三我都伫高雄啊市政府有一个审查案件啊，礼拜五啊，我都伫南投县政府一个案件啊，所以。迄、那个礼拜，迄、那个会人，迄、那个我都无法度好去。啊，迄、那个那讲秘书长一定会去。啊，这个二十，这个啊，伊家无车票，伊去家因为特权吼，啊去家买一张车票，我会去安尼啦。哦，啊那花莲的附近的亲戚朋友都叫他来。哦，两个花莲进有两个，一个是28号，一个是啊20号。好、哦，今天是18啊嘛，明天19后日透早。好、哦，啊，这甲大家讲，啊，让大家知啊，一定叫恁亲戚朋友去参观，啊，让搁较有信心。啊！我看大家公司啊，拢有讲过啊。咱是过来学习这里，过学习这里。哦，啊，学习这里是啊，要甲大家讲啊。美国啊，助理国务卿啊，啊，这里是亚太吼、哦、助理国务卿。伊国个话是美国个政策，啊，美国个政策，伊早唔讲啊，前啊唔讲，拢点点啦，打模糊仗啦。啊，再去秘书长话咧讲，咱个 AIT 佫发一张证明，予。马英九讲啊，伊个绿卡失效啊，绿卡有时间性啊。秘书长讲一个咧，你那是驾驶执照过期啊，你无去换新呢，啊，就是失效嘛。你爱讲电课下面。唔免嘛，你干咧讲啊，我较慢来换。啊，结果是啥？伫外国检查目睭啦，伫外国诶过期的驾照，有诶是甲你讲啊，你都要少年，伊就怎啊？甲一个有甲一个年龄啦、啊，你过期啊去换时，伊讲啊，你过来检查一个目睭这里。哦，啊，这个我所知啊，吼，有诶外国诶迄个驾照啊，有诶是五年啦，啊，那五年就失效嘛，吼、哦，啊，你咱诶哪赶快，下面证件，我记一个咧，你若是会计师去参加。会计师工会啊，拢会发一个会计师证照。这个证照啊，我有期限的呢。啊，无叫我搁去换啦。
啊，迄个旗舰的贵啊，啊，但事实上有失效啊，无啊，无啦，哪有失效？我按你算算数诶，所以拢咧玩文字游戏，咱这些人骗甲戆煞煞。啊，有影民进党无认真啦、啊，真正无认真啦、啊。啊，当然 ，A I T 该打混上啦。伊讲诶，讲诶，敢若讲立卡斯少年呢？无讲嘛，就已经放弃美国居留权啦，已经啊，我们。啊，有关单位也是讲，因为迄个叫做啊，移民局已经除名，无啊，甲你讲伊张绿卡尔咧，啊，伊迄个案子结束啊咧，迄伊迄个签迄个绿卡，迄个建章，伊阵啊签迄个建章扛起来，甲提。过冬去啊！啊，但是伊迄是干那迄张绿卡签的是啊，身份也有伫咧无？啊，这实在迄唔是咱遮的怎啊？讲你们是啊，是老百姓，我怎么讲，你们都是怎么听嘛？啊，就是安尼啊。好、哦，啊，这是哦，咱就了解啊。我要提这个讲一个两个小例子，啊，可能大家也听过，蛮过听一摆。我常咧讲，李登辉足尊敬的总统，咱伊讲要会神啊，美国讲袂杀你，咱也错一个呢。啊，美国个管遐济。会神啊，到尾变安怎？动神啊！最近才发，台湾省政府要滴咧呢？台湾省政府的主席什么人？林正泽啦，真正大闹鬼，真正那大闹鬼，你知影？请一个。郭冠英啊，啊，迄都好停止啊，好人讲有诶讲撤职，啊，搁撤职了后，伊要啊，互你啊65岁以前一礼拜前，互伊去复职，啊，这是太好，真正恁家是死老百姓嘛，无法多余嘛。啊，这就是啥？迄个监察院啊，迄个干哪？迄个做前林慧晶呐、啊、提出来，啊，就像我无啥够力的款，啊，那办唔在会甲拖到时间过，啊，伊就钱摕咧走啊，才结束咧。所以吼、哦，足冤枉，钱拢安尼乌白开。哦，这就是要让大家知影。过来阿扁啊，第一回选到蒋伟峰去美国，到尾啊，伊讲要申请参加联合国啦，用什么名？台湾啊，共和国，去甲申请啦，资料甲写写寄去联合国秘书处。啊！秘书处秘书长说：“阮惊甲退倒转来。”伊讲退倒转来，啊无，我来公道。美国讲安怎？袂杀你，你是麻烦制造者，有啊无啊？啊！你大家去想啦。我迄阵看到报纸讲，嘿，啊！美国真正官有够济呢。阮家己的代志，阮要安怎从你啊咧管？啊，都拢唔知啊！安尼，这答案，
大家来上课，是不是拢清楚啊？安尼安尼，大家交钱有价值无？足了解。因两个总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总统，都无了解伊的身份嘛，啊，无了解咱台湾的现状的状况嘛，是安那无了解？国际法唔知啊，政权法唔知啊，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拢无咧教啦。大学研究所里面无咧教这个叫做《旧金山和平条约》哩啦，啊，所以，互人乌白讲，较大声的人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失效啊啦，你实在乌白讲，这就是要让大家足清楚，这就讲到。足明的啊！美国政府支持台湾主体，哦 ，autonomy， 这条啥？面顶有人啦、啊，面顶有啥物？甲加拿大，加拿大面顶有啥物人？有英国女皇啦、啊，澳洲。面顶有什么人？那是纽西兰拢是啦。咱阿伯啊，咱还使用台湾。啊，面顶是什么人？日本天皇啦。安尼清楚无？伊这是啊，这不是让你真正讲哦，恁让恁去自治就独立吧呢？迄不是独立呢？伊这是面顶有人呢，你这块土地要是日本天皇的，成立这个国家，咱迄个潘阳华议长，我有甲大家讲，这个国家爱四个条件，爱有土地，啊，土地都唔是咱的日本天皇的。啊！恁就无土地啊！人民身份证，大家提出来看卖咧，有炸出来的人提出来看卖咧。啊！你是写啥？你那不是公民呢？你是国民呢？迄阵你讲甲公民甲国民伫什么差别？对啊！啊！恁家己要去共投票，摕国民的去共投票，啊！你要讲什么？伊甲你创，恁是国民呢？伊唔甲你，我唔敢甲你创，恁是公民呢？啊，都提出来看，啊，佫甲你做好呢？我看江苏拢讲啊嘛吼，有做好嘛吼？大家有看到无？骗起来，你反面这边遐拢好嘛？嘿，那是美国甲咱讲的，咱才会知，啊，无咱会知，含伊警察局长都唔知啦。啊，这确实的啊。所以，若无来遮上课，咱会知讲伊甲咱做好。你等下，大家唔相信，摕来家己阁变一摆，拢有嘛吼？嗯，安尼好。啊，今晚要阁讲。无人民啊呢，人民拢是啊，流亡政府的人民呢，哦，啊，过来，有政府啊无啊？啊，美国鲍威尔啊，讲甲足清楚，啊，伊啊，2004年啊，10月份伊就发表啊，台湾唔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也毋是一个国家，哦啊，世界无成立的啦，咱迄个法院的判决，啊，这就是啥？啊，无土地，啊，无人民，
啊，过来，过阿无政府，过刷来外交权。哎，咱拢去到遐小朋友以前讲好，真欢喜的。啊，去到遐个小朋友建交，哎，遐拢是流亡政府去干签的呢。啊，边啊是要提供台湾共和国呢。啊，台湾共和国有去跟人建交无？拢无嘛。啊，所以联合国甲你推动啊，足清楚啊。伊着连开着免开，啊！你四个条件拢无，你要参加啥？啊！即马阁有诶学者阁伊自称学者，阁讲啥？伊家己阁讲，咱大家住伫遮，即块土地都是咱诶啦！啊，咱来公投啦！啊，边啊听你咪讲啊，安尼来公投，安尼敢有效咧款？啊，讲咩公投啦？啊，实际上这块土地都唔是你嘅，你要投啥？那个秘书长定来讲一个咧，咱去住国宾饭店，甲住落，住六十几年啊！啊，国宾是唔是你嘅？安尼足简单，哦，这个逻辑，这个想法足简单。你去讲宏听讲。咱来住一个所在，啊，甲怎啊甲住落来，住到尾来讲是咱的，咱来决定，咱来下手就好啊。吼、哦，住伫遮的人，吼、哦、来下手，讲遮是咱的。安尼，大家去住国宾，住五六十年啊，住遐久啊，甲国宾讲，阮今晚要来公投，啊，这个所在。是公投了，是遮个人个，安尼敢对？绝对唔对嘛！所以大家我会足清楚。好，过来，咱过来照这个，这个就是吼，要甲大家讲，足闹开个啦！啊，唔对，好你家在。遐太阳啊，花这个学生囡仔拼入去啊，行政院，行政院讲，拄啊拖啊顶甲开来，啊，这个教授啊，我一摆用用顺续共选入去，啊，顺续甲桌顶好哩，刚才伊个中文个会啊看，看到讲，哎呦！政府的重要人员拢在作假啦！这作假，大家知意思啊？唔知？哈？唔安那作假？这啊，伊讲哦，叫因这的同仁啊，每天啊，伫正念一点通啦，爱去点。一个人啊，这个新闻的资讯网啦，爱去点五十摆啦，上班干在点这个啦。啊，那要安怎去执行真正人民所需要的政策？你安尼去想就好。人民的困难，无咧管。干那叫这公务人员，恁都一天爱点五十摆，有点的有打工呢。迄天无来，公休写一个休哩，写一个休哩，所以迄天无点。咱交的税金，互因去点做迄个食啥？迄、那个食相甲食食民调啦，食啊拢做假啦。安尼，这个政府有苦啊无？咱交钱去饲到一寡，拢咧骗啦，足苦。少年诶，人看这个节目，
爱寻一寻啊。我爱拜托大家，回去过年少年呢，干那咱才有法度啦，其他什么党拢同款，因为伊拢传好啊，恁来选去有甘仔糖好食，大家若要去介选，啊无去选去啊，规碗拢互捧去，安尼敢会使哩？我甲讲会使哩，有一个咧啊，波罗的海三小国，迄阵啊，因要选去，因遐个人拢无爱去投票，到尾啊，无法度，因个投票率降。给他迄阵讲，他才30几%人去投票尔，所以因算出来无准算。到尾啊，联合国讲叫恁好，恁家己办，办了投票率啊80-90%算出来啊，联合国承认，世界承认，咱就拢卖去投票。可以投票率降低到50%以下，咱一定甲美国讲，阮遮个大遮个人民，因毋是本土个政府啊，因是流亡政府，阮本土个人无爱去投票，你摕遮个。国民去投票，你唔来提公民去投票，公民就安尼甲咱教，讲公民才有什么投票权，啊，国民投什么票？啊，你们投什么票？你去跟他盖个章，他拿30块，政党票拿200块，也许4年嘛，一年50、50、50。当年都有编辑的费用给你，所以政党活起来啊！民进党啊，看到讲，台湾民政府伫台湾民政府伫华盛顿 DC 有办公处，因无啊，啊，即马有政党的补助款啊！因华企啊，即卖设在办公室底下，因个办公室比咱较慢。啊，这大家会知未？唔知啊嘛。所以大家回去爱去宣传，爱去予大家了解。吼、哦，这是千真啊万确的。啊，这是唔是咧骗的？这证据伫遮，即马法院甲我甲起诉讲，这个我有代志啊，因为伊这张的关系啦。这就是予大家吼、哦，会足清楚，一路骗下来，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即马咧实施白色恐怖，太阳花拢是用网络普遍世界各地诶有理想诶青年响应太阳花的活动啊。迄、那个30号，拢行出来，伫美国啊、英啊、伫啊、欧洲啦、啊、日本啦、啊，遮拢行出来，先进国家，而且惊到啦，吼、哦！即马叫外援啊来收集啦，这里、个、有做
啊，邀请的名单跟海外团体是什么人发起的，什么人是啊指导的，拢是安尼啦。啊，唔是白色恐怖的翻版。白色恐怖迄阵有黑名单，就讲你在迄个马英九就是啊做这个药别啊啦。当时我在美国啊纽约，拢是咧做这个药别啊。哦，啊写写黑名单啊寄转来啊，所以讲底下参加啊台独的人，却拢未当转来。哦，这就是从那个时候啊，所以伊即马咧做总统啊，伊安尼个诶，人民即讲啊，做这个动作，这是在互咱足悲哀的代志啊。这是互大家看啦，因为有诶较无看到这张啦，伊有看到三军啊，苏联部拢。拢啊撤销啊，啊较无看到这张啊，啊这张是最近的啦吼，四月二三的报道啦，海军陆舰队啊要啊裁撤，讲咱上强的海军陆舰队即摆要裁撤啊，啊这那事实啊，啊毋是我咧乱报乱讲啊，好，这我要给大家知影者，啊。我当然，郭冠英已经无啊啦，伊家己拍摄，这是安怎拍摄呢？人查出来，伊讲伫天津啊，天津吼，要是天津的仲裁人，仲裁人你唔知怎样无？仲裁哦，仲裁哦，仲是人字旁加一个中啦。啊，仲裁是一个裁，迄、那个裁缝的裁，迄、那个哪东西的裁？仲裁人，仲裁人是咧调解民间、公司或是啊各方面的案件冲突，可以代表民间的啊法院呐、啊。啊，这有什么人会使参加哩？第一。是律师，还是检察官、啊法官，甲专业人士，会计师，吼、哦、啊建筑师，啊各工程师，你有这个资格去申请，但是咱家有这个流亡政府中华民国仲裁协会，啊，佮有两三个啊仲裁协会。有名册，像我有资格去参加，但是我还去考试啦，搁去受训了后，搁去改课，仲裁人考试及格，我们将我们的名字放在啊，迄、那个叫做啊行政院司法行政诶部来，爱七十分以上啦。甲考啥？甲恁考证书同款啦。恁考证书哪七十分以上啊？啊，去考哪七十分以上啊？伊家己有一个伫天津的仲裁人，伊都爱是因遐的人民，才会使啥参加因的仲裁人。啊，是毋是伊伫遐十外年啊？啊，毋是提因啊，中国籍的啊，啊，毋知仲裁人何参加，啊，无伊就是特别，哦，你是台湾的居民，承认台湾啊的居民，啊，是属于流亡诶，迄、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安尼身份去申请，啊，无。那会使哩，你要去参加外国的仲裁人的名字吼，我你是因遐的人呢，才会使哩呢。
啊，无你都该有特别因素呢。啊，所以这都很明显啊。哦，阿姨家己拍摄啊，讲伊即卖要啥，要辞职啊啦，啊要来选啊台北市议员啊。实在台北市吼，足济迄种双重国籍的吼，啊拢来咧伫台北市，所以讲阿伯啊吼，真正爱考虑。咱的要做啊，首都啦，咱的要做啊，国会啦，吼，拢爱搬离开这个所在，啊，无迄个所在，真正啊，大家去想就知影啦，吼，好啦，啊，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我无爱讲伤济吼，来放一个啊，拜托咱啊工作人员吼来。就来放一个咱迄个三立甲咱报道，但是我有甲谴责的，予大家看一下。来，三立的。宣传单、报纸广告、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采内阁制，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我们告赢，所以才有这个旗子。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马英九啊，怎么样？生吞活剥台湾人啊，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或者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坪。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三新闻黄玉峰、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我就是跟三立complain 啊。我们这张身份证啊不是自制的，是美国制造的。爱甲咱讲自制，我感谢伊啦。都好哩，甲在伊来访问，甲咱报一摆都唔敢去报呢。唔是安尼24小时入房呢。迄阵啊都知讲伊要来甲咱访问，讲当时要报，咱就去甲翕者，无则无即地。所以我好大家知啊，即摆要过来办咱迄张哦，怎啊身份证吼，确实有效啦。就是吼，咱第56期啊，因遮咯美国啦，遮去美国，互因现身的说法，咱来请。议长、秘书长，所有大家的兄弟姊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
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童星说：“亚夫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七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行，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主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义灰熊甘丹，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二变成了五。难怪我们告沙子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好，为什么要给这个看？有的时候你有没有用过？我没有用过。他们这六个人站在这边都是用过，到美国进海关啊，到美国国务院，在国内都使用过。他们的见证还有一件事，最近啊，从越南回来的有一个亲，那时候说，他们在检查出境的时候，他就拿这张给他，他看看你是什么人，他说日本人啊，以前的台湾拿我们的啊这个 ID， 他说日本人，我给他看看，哦，原来以前蒋介石也去接收越南北越，哦，去接收越南，啊，后来被啊他们胡志明啊啊把他赶走，是这样啊，所以他们很清楚，他运用那个啊华国的关系把他赶走。啊，所以怎么样？他说啊，他这样跟他讲，他说日本人，就是我们的国籍就日本人的，日本籍的，他也海关就这样通过，所以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是晶片的呢，是晶片的啊，我们用的是晶片的啊的。身份证，后来阿哥困只能困哦，介绍这个平潭岛了。你个要做代志吼，拢事先有规划，唔是匆匆忙忙。伊安怎嘞？有甲咱交代两件代志啊，第一就是爱啊四千人，爱四十一万张，啊咱一定爱甲做甲到，伊捐款都好难。安奈，伊甲美国讲好啊，这个人以后要招待金门妈祖，啊甲平潭，啊平潭拢规划好啊呢，因这拢讲好啊呢，伊这共同规划、共同投资、共同管理、共同利益，拢共同啊。啊，这是啥？讲要凸显台湾及平潭的特色，咱家开去，车开去，啊啦，因遐提开。咱这的执照，你若伫遮有这个执照，去遐拢会用你啦。吼、哦，安尼，大家拜托两件代志，转去，搁叫较少年的来上课，好啊唔好啊？感恩啦，今日到遮结束。
各位同心，加个一下学起来都定，谢谢。